快意啊！你是我上骄傲的乖意啊！一世人是不安静，后世人继续做不安静。老爷，我爸已经年悔改啊，我看无感觉啊。你莫激动，阿母，我爸无得放心哦。还是文清要可了解我，清要清要爸一定看你这个事的，你是要跟我为什么事的了？就被帮助单中心跟我干不得，所以你跟家风出车祸，所以妹啊你跟家风我紧张意，开这物件，你看。你看好清楚，我甲家风的囡仔回来啊。这都是你的外孙，你的亲外孙哦。我的亲外孙，来到这个无我的世界。以后一定会过得更加好，更加平安。啊，我拜托你妈，你讲好无？我拜托你，坚强我落来。我的囡仔更需要有一个人可以叫我讲啊。范长林，宋刚律师。我不是你死，我不是你死，我不是。小公你不是，哈！我叫你别去，你硬要去。你不跟我的祖宗，你搁跟我卖魂去，你来这尼啊可恶，这尼自私。我不准你搞我个性命绑了，叫你走，我不准，我不准，我不准。阿姨，阿姨，你不要激动啊！哎呀，你怎么想的你个这啊？先去阿姨讲，阿昌伊无早大的时阵，伊跟人讲一句话，就是拜托大家要好好照顾你个姐啊。我今日做人就好辛苦，我个什么什么都无起来，我今日要为一家伙好好做伙。都怪我，是我给你别给妹妹啊。你来不给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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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会。
就是我不是真正在说话，啊，我讲我是你真真正正的母啊，还做啥物事都阿妈，我跟他亲近好，你无毁掉我的人生，你无。我想最好的人生，我可要继续跟你做阿婆。这三十几年是你欠我的，后这三十几年你还欠我。花时间，干嘛好好休息？莫让伊危险离开好无？你莫白讲，赵远无可能离开我，伊袂离开我也是你。你莫叫医生，我家己去。赵远，赵远，你忍耐一下，我叫医生来救你哦。你没有代志。你也是一个，你一定后悔，你会可以做一个个。医生哥，已经剩无偌济时间了。什么代志？许关于的命运是叫我改变的，因为安尼，伊才是给你一个好生。伊即摆什么拢无啊，都干那剩的。你敢袂当莫怪伊，叫伊一声妈妈。妈。一个完整的家庭。
你少年就在阮身边，我的查某囝、查某孙、三代等等，我真正感觉我的人生足幸福。小米班的，那你是安怎要讲？咱老死人，莫见面，我无爱，我老死人，可要跟你做伙，你还继续跳，继续害我。这是你欠我，啊，那么我会生气哦。